モスミマ。Yes, you.不只是路过吧？不是说好要练习分开三天不见面的吗？那我正式宣布练习失败。哪有这样的？都不认真练习。啊，对不起嘛，我忍不住啊。你比较厉害，我忍得住。其实也很想你。那见到我不是应该很高兴吗？我很高兴啊，只是我们的练习怎么办啊？那只好明天再重新开始练习了。哪有这种的？我已经忍一天了，明天重新开始不就要多忍一天？那就继续练习，今天就当做给我一次后面拳吧。那我也要一次后面拳。好，没问题。你们这样好幸福哦。可是越幸福，我就越害怕。我们之后真的分得开吗？不会分开的。就算分开，我们的心也会一直一直在一起。